您所抽到的是第63签中评，诗文是：攘石败北且图难，经历虽衰尚一堪，遇事生前均大数，前三三与后三三。这四句诗文的意思是：攘石败北且图难，以前年轻气盛正当风光的时候，真可说是南征北讨所占皆竭。第二句，经历虽衰尚一堪，虽然年纪与体力逐渐衰老，但至少还有一项工作得以胜任。第三句，遇事生前均大数，如果你想知道人在世间的一生荣枯，以及上天所赐从出生到死亡的命运与气数。第四句，前三三与后三三，简单说，以前发生的许多事都是注定好的，未来也将会发生许多事，那也是注定好的。